搞定了。所以你们想和我谈什么？你一定听说过海妖以前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，那些都是事实，可是那并不是全部的真相。多年来我们唱着一首歌，让你的船沉入海底，我们要保卫自己的家园，要奉献和去牺牲，直到一天沉船里走出女人，她在大海里翻滚，可过往却对她一见钟情，浓烈却又很深沉。她要救出女人，没有时间动摇，她飞快地游过去，对她是魔法，就变成了赛人。女人是我母亲，奇迹出现，真爱就在他们眼前，时间独一无二，是时候停止战争，也该结束痛苦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去共创未来，如果可以重新来，停止，父亲欣然同意，黑暗也已经过去，如果告诉你同伴我们不再邪恶，我们结束这动荡，生活会平静，这一切会平静，是时候停止战争，也该结束痛苦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去共创未来，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我们共创未来，新未来。你愿意帮助我们吗？我不知道。